由你的节目的演员来为大家带来的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。心要翅膀，放肆飞。
是曾可妮。高考的小朋友们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妮妮来为你们助力了。心态是最重要的，会写的不会写的都要写上，绝对不要给自己留遗憾。加油，高考加油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令姿。我想对各位高考的同学们说，虽然现在你们很辛苦，但是坚持坚持再坚持，以后的你们前程万里，高考加油！